好了，今天继续进行我们的巴西 war，Brazil war against the world。其实我们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嘛。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在这集结束？我觉得应该有点困难。因为这边还很多人。虽然说我们快把整个欧陆给征服起来了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赶快展开我们的战斗。他们偷我们的港，可恶 ！Call， 然后还在坦克，想要来偷我们的港，来偷我们的城市。哼，一回合一万。不得不说，现在敌人真难对付啊！哦，他就把我那个拆了。要用强一点的飞弹，不然打不过。话说最近有个很不错的模组啊，我很期待能介绍他的一天。好啦，应该也不能说很好，那个模组。其实就是很好，很有意思而已啊。值得介绍，有意思，但呢，它现在还没释出，我们就等等吧。啊，模组也是需要时间的。很好 ，retake burning。我们的对手很难打，尤其是会飞弹的家伙，这个飞弹车真是太难搞了。敌人太多了。一有机会就要马上创造一堆部队，真可怕。应该去死。行的 ，You should die, you should die。很好，我们解决他，再来解决这一组坦克。还有骨的连载，我们的战争怎么可能会输呢？那
接连不断的攻击。哼哼，我的小兵们干得好。消灭所有挡在我们眼前的敌人。消灭敌人。我们还是先测试我们能打多久的战呢？我们就先看我们今天能打多少的东南亚。还有大洋洲，对。话说最近连2018模组也更新了，那个更新之后我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个巴西将了，所以说这改动是挺大的，所以说我还是不会，还要等整个完成才会更新。他把现代的部分加上了现代的将领，我觉得这很不错啊。就是加了新的现代将领，而不是再继续采用那些旧的将领。这个敌人很可怕。飞弹只能打700多伤，下回合应该吧，对吧，没东西，下回合新的回合。他肯定拿那个飞弹车炸我的兵。好，请一次。哇，这一队他这样还能反击。
就是喂你吃雷射你的块。很好，拿下他们的首都，为我军胜利带来更进一步的计，更进一步的计划。总觉得没算是，最近好像没在我很困的时候来拍摄。继续战斗。算了，先把拉萨救起来。那千万不能忘记新德里的守备。
看来这两家都差不多了。很好，白俄罗斯倒下了。再来就是俄罗斯。Goodbye, Russia. Wow, all of the campaign 就这样到此结束了。哦，不过南亚、东南亚那边还是很烦。
成功就到来，真的是对手也很强啊，然后也没什么好 commentary 的，干脆用飞弹解决这一切的一切。好了，不过我们是得把将军给叫过来。What？ 拉萨被占回去。
瞬间吞噬他的顶底，这就是飞弹强攻战术。哦，这边还有一座城市啊。Yurusanai。新对口。OK， 我们也把那边给干掉了。好，来看看我们能这样做什么吧。嘟嘟嘟，不知道他们的反应会多快。哦，小恢复精神嘛。总之我们继续轰。Stop it, get some help.还有重新应该被拿回去了，他们也正在重庆。你也下黄泉吧，坦克棒。慢慢解决。跟缅甸说再见。好吧，他还有一次机会。写真的哇，居然！OK，Thank you。我怎么觉得颜色好像没什么差别？好，这边一败涂地。伤害。真不知道他们。Okay, I discover that.
就是因为该说再见了，我已经不想再跟他纠缠了。很烫哦，你怎么还在？他什么时候流过来的？完全未知。好，真的不见了。这里就是印度。看来中南半岛，中南亚，东南亚，对，我终于想起来了，东南亚差不多啊。随便给一个呵呵登陆的指挥，曼纳海姆，这样有点浪费，说真的，他搞不好会死，哦，也搞不好不会死。哇，乖，这是我的。印度的最后一个地方，
很好，肃清。嗯，好吧，看来我们还是把今天就把它做完。不对，这样子好像太没趣了吧？是不得不说，因为我今天就没讲话，一直默默的在进攻，然后我还打了个瞌睡之类的。啊，你还敢讲？总之吧，总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冷淡，冷的沉沉的。唉，那真的是因为我好想睡觉。但是也没办法睡觉，因为我都已经开始按一些录影键，按一些录影键开始就等于不应该睡觉才对。然后我现在稍微恢复了一下，然后又有点废话。哎 总之赶快过来吧，Starring，然后用 Goodarium，哼哼，一刷新装修补，其实我也蛮想赶快更新游戏的。所以说我们赶快打一打吧。唉，虽然说有点 anti climax，但是我觉得打一打会比较好。结束这个系列，就可以再开始新的系列。这是一直以来不变的定律。一个系列结束，就是另一个新系列的崛起。话说，还没有人跟我说下这次要选什么国家。或者是我自己忘记了，总之呢，还是多多踊跃发言一下吧。话说我记得那个它的最新的版本又增加了几个国家，我觉得我会玩不完。Seriously，太多了。换个铠甲就能攻击，真是好。看来奥地利人很愤怒。将军给召回来，嘿。总觉得巴西那个将军走很慢，哼哼。The end of India here. I'm in the India destroyer. And they shall perish. Yes, they do perish. 哇，剩下最强的反而是这个，我忘记他叫什么了。总之，他现在是最好的。话说，到底下一个国家又要做什么呢？哎，不过在这之前，我还是先做个更新好了。关于更新的讲解啊，顺便让各位客官知道我们多了又多了什么国家。搞不好我们可以先从那些新兴国家下手，啊，都是一些非洲的。
也让我想到一个卖以前一个麦当劳的玩具，没错，非洲，哈哈，那个有个好玩的，有个好像机器猴子，啊，应该说它被做成机器，但它实际上是真的猴子，在那个漫画，在卡通里面是真正的猴子，好像是马达加斯加的一个玩偶吧，啊，有必要讲那么多那个题外话吗？哎呀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轰炸马克扎尔，让他们体会我们的怒火。This is our territory now.比我想象的还要强，说真的。炸这个好了。Madame, we have fallen.其实没有一个地方不会 fallen 吧。真奇怪，是起飞的地点的问题吗？太慢了，还是给我把它带走好了。太慢了。Go。哼哼，当我们的将军可以登陆上任何一座岛，他们的末日就来了。他们的攻势真猛。
看到我们凡人先灭澳大利亚。OK 打死。一片绿油油的。整个地球又绿油油的。唉。虽然不太懂为什么巴西的代表是绿色。Goodbye。其实毛泽东速度还算快。把它轰烂，有必要这样对我吗？硬生生拆了他们的城。突然觉得也不需要古德莲他们过来，因为我已经快完成这场征途了。虽然说中间用飞弹偷懒了一下，那军事是怎么可以说是偷懒呢？Destroy. I come. I see. I conquer. 我来，我进，我征服。在坦克轰的，他们就只能乖乖受炸，不能反击。爆。到底谁才能活过我的攻击？谁会是最后一个才倒下的？
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为什么每次视角都要带到那边去才行？不过我需要有人提醒我，不要再把毛泽东放坦克里面了，输出太低啦。居然跑掉了。好啦，澳大利亚，拜拜。我觉得突然觉得好难得啊。平常都是倒数才能灭的国家，这次居然也不是倒数了。真的硬生生轰烂了。哦，真的差不多了。Battle eliminate, eliminate our enemy. Oh, illuminate. 剩下两家了。哦，他还有能力做抵抗。これは最後だ。快联合把它给炸烂！哼哼，最後だ。哇哈哈 ，East Timor， 西提摩，我不知道。哇，这是那个新几内亚什么的，为什么我忘记他的名字呢？OK， 再多点伤害 ，Yes。哦哇，好，我们先检查一下有什么问题。OK，looks like 这些都是我的。哇，你们现在才给我游荡到美洲来，你们真是个混的。哈，算了，normal， 很好，没有别人的。哇哦。我想我没有无聊到跟瑞士开个战，应该都是我们的啦。好，应该要来结束这个系列了，结束。
Yeah, victory. We are triumphant again, once more. 虽然说这集有点，哎呀，稍微有点冷吧，也许是因为我太困了。总之，我们终于完成了巴西战役。Brazil war triumphant. Brazil is triumphant. OK. 啊，好了，那下一个又要是什么国家呢？这关于这一点，我想我们弄到。对，我们弄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，我下午就直接做一个介绍更新版的那个好了，没关系，到时候各位再挑国家。也许是我的记忆有错啦，搞不好非洲有多国家是别的模组。好了，总之我们今天到这边结束，哇，又完成了一个战役。好了，也请踊跃的发言，告诉我你想要看什么国家的战役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